因为我们常常不是那么勇敢，所以就承认吧。我发现人其实真的很容易处在一个不安的状态，在快乐的时候就怕我现在会不会太快乐太幸福了。到了19岁的时候就担心20岁是不是就老了，然后喜欢被赞美，可是总是觉得只记得被批评，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安。19、29、39、49、59岁，每次碰到9岁这个数字的时候就更多的不安，因为要跨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，所以可能29岁要碰到30岁的时候就想啊，自己是不是上下了，到了39要碰到40岁的时候想啊，我到底应该要继续我现在的工作还是放手一搏，为自己的梦想打拼。人总是有好多好多的不安。这首歌曲叫做《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》。